那这样就擦吊篮跟床垫还有睡袋。水泥路超陡的，加油啊！有看哦，超级吃力啊，各位！走完了，走，每次走完都我都，他的弯都超大。白色的吗？对，还有一台、两台。你不要再动了，切实。切实。我会帮你看。他当做雷射耳朵不好。没有啊，我要一直在开哦。是啊。啊，是啊。来，你开雷射也是不好。哈哈哈。我们搞一下。好。来，我帮你看，来，不要紧张。没拿错了，像不要乱动嘛。我是车子的差异是不是？他们都在里面哦，我们还要下车哦。干嘛换 MG？ 我们刚刚也快要跑不动。他们四个男生都在里面，然后载那么多东西。还有张嘉恩呢。去看一下吗？哎，这个是缩时录影吗？对。哎，你家跑出来不是这样？哎呀。你的影片很棒，你会出现这一群人，是不是在 YouTube 里面吗？白痴，来吧，打开，干大事。等一下，我先帮忙包好不好？那哪一个朝上啊？不是外套是有颜色那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帐篷吗？就等下把它掀起来。先弄里面，再好外罩，它里面是用勾的，勾进去就好。哦，做的是。不知道说，不知道说，就是你要先直接外面勾勾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架起来了。这边就是要直接架，刚刚那个是架这个的，是架房间的。大学是修露营的，会搭帐篷还是露营系？我搭过这种的，你露营系的哦。对啊，有点雏形的，东西先拿走了，有点搞头了。兄弟，地垫在哪里？他要去扣在地垫上啊。好酷哦！好可爱哦，但太慢了吧？这个很不适合我。真的？加油，对不对？你想喝啤酒吗？你有多的？我就带三个猪肉。你要喝威吗？你要做谢谢绝打。谢谢绝打。超饿，把毛巾放在晾网篮里面。不小心就结束了。哎，我刚开都是梦想的时候。有没有？不认真。你等下要编蒜片吗？我不能。怎么样？只会那边偷吃。搬单桶那种才有。是。他把风险转嫁给你。赶进度啊。在二楼吗？刚从二楼直接去 Draftland。我又扛出 Draftland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怎么那么大杯？最大的下杯。先靠三杯啊。赞吗？其实不会很辣，蛮好的。难吃啦，但是好吃也还没到。太大口了啦。好吃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。这个很屌，
吃完大家都变安静。哎、欸，你全下哦，全下、啊，你没留任何 buffer 给大家吃。没有，不要讲 buffer， 不要讲 buffer， 太伪善。哎，我也没吃过。酒精天堂，对，地方。是的、啊，是的、啊，是的、啊，十小也可以啊。是的。单位直接下掉就好了，很少啊！哎、欸，很少，来，我帮你补。我可以当裁判吗？不行。你确定吗？晚点会有，我们有请一个 battle guest。谁？我们有一个酒精裁判，我们特别找来。有，我们有找特别嘉宾，有有有。不是陈轩伦。啊，那还有谁？来哦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可以录哎、欸，要你们。叠，这个游戏就是为了叠杯子。你要我现在叠？它如果是直的，你就把它叠起来。一二三，沙小哦。有张嘉，又是张嘉。哎，八开始最后，哎停，绿红黑蓝黄，哎，一起喝啦。草屁呀、啊！有在那出彩的，我他妈要第一个。蓝红，蓝红，蓝黄绿黑，蓝黑红绿黄，没有蓝红黄绿黑。你这题目不标准啊！哪有不标准？那是黑还是紫啊？只有黑色啦，就只有黑色啦。好可爱哦、喔，他们很认真。哎，站等下，站队啊！哎、欸、，Marcus 摆错哦，哈、啊！我们刘准今天长大那个了，这是什么？张嘉你要喝？我喝、啊。你还没喝？我知道，我喝。你们桌子翘起来了、欸，哎。哪里？奇怪。不知道翘起来了。天兵啊！哎、欸，他的美酒就是直接啊，好啊。干你！那、啊、为什么要提示？天兵要看吧？不是啊，你这样怎么排？那天兵就是看你运气啊。有没有天兵表？天兵本来就是看运气啊。你在不爽什么？你在不爽什么？差一个而已。Marcus。差一个，我有点失智。所以没有人天兵。差一个。嗯，等一下哦。你刚刚为什么在移动？你刚刚为什么在移？哎、欸，他先举手，然后才摆。哎、欸、哎，被我抓到！炸火！炸火！干掉！干掉！哎、欸，你这裁判有点严厉啊！来来来，我发一下梅子。来来来，看人看不清楚。是喝到假酒是不是？嘿，他最慢，他最慢。你没牌。你没牌。你两个啦。开始，你又不讲。我靠，他又没有叠起来，叠起来。来了来了，准备啊，各位啊。我很害怕，就是所有酒喝完，只剩那支荔枝酒的时候。那这很明显了吧？对啊，检查。OK OK。你看，黄、蓝、红、黑、绿，都对了，对啊。啊，这没话讲了，没话讲了吧？没话说了吧？做什么啊？等下，主持人拿纸啊？你要拿这样子？白痴哦！你会看动物是这样站的吗？对啊，一零二会这样。等下裁判喝吧。妈，裁判喝就喝啊，怎样？裁判来啊！赚到了，赚到了！这样子，怀疑自己。是不是就是好漂亮？好赞哦，蛋花糖。对啊，北京有一个酒吧，你知道吗？美不是北京走出去，它河建。客人到底是谁啊？你啊。好小啊！他真的会有人来吗？好漂亮。谁来了？很晚呢、欸。自罚一杯，自罚一杯。你买这么高级的水饺跟蛋哦、喔，特别来宾可以吗？你猜？就他靠杯、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真的有新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纸包鱼。桌子太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超乱。把垃圾在这边丢了。丢什么奶油进去？牛肉也是，是啊，有买那个持久法棍。爽汤。很扯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扒着那个，低下来，红酒炖牛肉不放，低下来，你们要漂亮吧？
漂亮。但最美的风景是那个牛肉，好漂亮哦。那一团就这样是橘橘的，好好看哦。有你真好，你要不要再补一杯 shot？ 好啊，我要看你带头针。带头针一个人在那边做菜，好可怜哦。好会。我站着好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还有红牌，他在家贴超认真。难怪你那天会问我说我有没有那个衣服。对，我帮他问的。穿了一个下午。他超用心，然后你们一直呛他说什么？如果是他，我会扁死他。他就一直跟我说怎么办？我还要穿吗？可以吗？你成功了，你成功了，你的酒精裁判已上线。超好滴。我知道要有，谢谢谢谢。准备炒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哇，慈母手中线。前红杆，对对对，它这个银柱都是在这里。前红杆是什么？就是。大家都把帐篷收好了，都没有下雨真好，干燥出收。他是什么？是哪个牌子？他叫 Harrison 还是什么？准备。Hello， 吴维珍，你一点太生疏了，紧一点好不好？紧一点，你们太松了。下大雨了，赞啦！已经下山了。对啊，我帐篷不要了。妹妹。